半夜忽悠女闺蜜在房间练习吻戏上。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一下。嗯。第一季单刀直入。要不你亲我一口？是吧？别坐下。第二季无中生有。就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前两天不是去试镜了吗？选上了，但是有一个事情很烦恼啊，就是。里面有吻戏。烦什么？又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我都老单身狗了，天知道，想你帮忙练习一下吻戏。嗯。让我去验吻，让你练习吻戏吗？也不用你亲我，这吻戏的全程是我主导。真的假的？你在跟我说、哎？我就知道你会不信，我把我们剧本都搬过来了。现在也就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你知道吧？看第三季美人计。喂！等一下，你干嘛推脱？剧本是这么写的，我们先按着那个剧本简单的来一下。那我要怎么做？就你不用动，我全自动。我稍微演一下，好戏要开始了。这个脸就很小笑。你长得太好笑了。来了。半夜忽悠女闺蜜在房间练习吻戏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从另一个片段再下手呗。好，第二个片段开始，来了。你不用动，我全知道，真的，我全知道。对，等一下就是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是这样的，这个剧情是我逼动你之后呢，就亲就好了。3、2、1，走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。剧本就是这么写，我也没办法。我那现在怎么断嘛？我就来一把。那没办法。你这确实需要练的。确实需要练的，真的需要练。行吧。等一下。没事啊，就是来一次吧。反正我本来也是想请你。不，你直接来吧。我忽悠女闺蜜跟我练吻戏，想找你帮忙练习一下吻戏，没想到被多次拒绝。但没想到她后来竟然……反正我本来是不想请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就是来吧，把每一次练习都当作实战来，你直接来吧。那我要怎么做？你没事啊，你就伸舌头就好了，后面我会自己看着办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干嘛？什么情况？你在等我？啊？我知道你在等我。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剧本就是这么写，我也没办法。那现在怎么办嘛？就来一遍嘛，好不好？小菜。
top 175的酷妹穿女仆装，先集体穿好女仆装等酷妹。欢迎金公子。衣服呢？没有。新衣服呢？好、哦，我这里有的。谢谢。喝酒了吗？停。等你回来。我室友的痔疮爆血了，趁室友洗澡掏出他的内裤，再往内裤滴上血包，准备完毕，看看他鱼会有什么反应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。这是什么狗的姿势？他又出来了。让我看看你在干什么。他好像在搜什么。他拿镜子要干吗？他居然把镜子放在地下。别再摸屁屁了，好羞耻呀。他竟然拿着镜子去厕所了。他又进去了，让我看看他刚刚在干嘛。长痔疮怎么办？哎呦你妈！痔疮长什么药？痔疮吃什么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这不是他内裤吗？他丢了，我还是先留了吧。他好像要准备出门了，我要去堵他。嗨、你拍了是吧？拍什么啊你？生活记录，生活记录、哎。你记录你自己，你别记录我，好不好？你走路怎么那么奇怪？我撞到腰了，撞到腰了，有点不舒服，我去买点药。我也想去买药。我肚子有点痛，走开走开走开。你又不知道我是哪一种？什么？别拍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那你按照这个买，这个买。行行行，在家等着我啊，不用。